Hello, good evening. 这么美丽的新加坡夜景，跟我们一起去喝两杯吧。哇哦，这里的环境蛮美的哦。我们来到了 Fullerton Hotel Signature Reserve Bar。它于2021年4月开业，可能它看起来相当新，但它并不是酒吧界的新手哦。Nice. 事实上，这是 Crown Spa 的第四个休息室概念。4000平方英尺的酒吧简直是一流的。Signature Reserve 的概念是让 Whisky 鉴赏更容易获得和体验。这里有超过1000种 Whisky， 其中500种是瓶装 Whisky 哦。除了 Whisky。这里最让我上头的是菊花啤酒，哇，它的清凉爽口简直太上头了，相信我一定要试一下菊花啤酒。这里有1000多种 whisky， 足够满足新手和鉴赏家的口味，还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Whisky 管家在这里等你哦，引领你穿越 Whisky 的世界。关注我，带你喝遍全世界的酒吧。